这半年内我有哭过，有，应该有吧？你有吗？先说你自己。有，刚才得知要买单的时候，我的心已经在滴血，还是半个小时内，真的是真哭，走心的哭，走心的半年内。我得想一想，半年有，因为孩子哭过吗？那个是喜悦加感动，没有都说那种啊那哭的那。 那凯凯没哭，景言呢？我近半年当然有哭，最近的一次就是我们《乘风破浪》总决赛的时候，我也是那个姐姐很激动的那个时刻。我也是，就是我们那个分数就是过关的时候，在战天后我们当时赢了，恭喜王心凌队获得了927的浪花值。 这也意味着你们在终极对决当中获胜，成功竞夺一个胜利席位。好开心，激动，撒都要激动晕了，娇也哭了。对啊，就是开心到哭。其实很少机会会开心到哭，对，通常是伤心的，而且是眼泪自己流出来的。对。 控制不了，就是很激动啊！一起并肩战斗了那么多天，取得了很好的胜利。对。哦，我其实还有就是我妈妈跟我说想念我的时候，可是我就强装镇定。应该很久没回家见妈妈了吧？对啊，我没有跟她分开那么久。心灵啊，我这一百多天看她，她非常坚强，她能够自己忍的全都在自己的肚子里了，非常坚强。 但是他有一次被观众感动到哭。哦，对。对，在舞台上面唱那个《劝烧》的时候。对。他唱歌的时候我也哭了。对啊，娇也哭了。哭了，嗯。 是我们的童年呢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 Twins 也是我的童年呢。啊，你们彼此都是互相的童年了。我是那天那个跟你分开那天有一点。啊。我是觉得可能你录完这个《乘风破浪》要回家看妈妈了。 然后没想到，哎，咱们这个开始了，我们又再聚在这里了。所以挺感谢芒果 TV 的，因为当时一跟我走的时候，我们俩就约说下次一起去旅行嘛。我们也约了，对。然后这次就来了这么快。对。有没有人想吃鹅块？我烤的，我烤的。好，想吃。想吃，想吃。烤的挺好的。哦。吓死我！景言。 交要吃吗？阿萨烤的。啊，好，鹅块。鹅块。哇，这个。哎，我们节目环节就进行到第一个就停了，是吧？好，第二章吧。来，杰瑞的问题来了啊！我被朋友背叛过。哦。小时候交过一些朋友，就是在背后有些背叛我的事情，然后我就是会非常伤心。所以到现在长大了以后，其实二十多，特别是开始拍戏以后，我很少交到真朋友。 因为背叛过就比较保护自己，比较保护自己，就是有一些真的内心的东西和自己真实的感受，包括在剧组中的很多的朋友都达不到，可能像我们现在这种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这次参加《乘风破浪》，我觉得就是挺意外的。嗯，一个比赛的节目，然后大家姐姐很努力的。嗯。 我觉得这一季的姐姐没有奇怪的，没奇怪的人，这那就是其他季有奇怪的，都没有，就是大家都挺好的，我觉得。而且今天啊，我们在那个就是洱海边，我和心灵和。 雷姐三个人一起去厕所，我们三个进一间厕所，大的厕所。三个人，小时候的朋友才会这样，我就没想到30多岁了，还有这个时候的时间出现。对，小艾也是啊，他在洗澡，我就进去卸妆。对，然后我在上厕所，小艾就进。就很有大学宿舍的感觉。对对对对。因为只有很好的朋友才说，哎，我在这里上厕所，你在门口陪着我。是，可是你们好像聊偏题了。聊偏题。
是朋友，对我们来说很难得。没关系啦，有的是题目。对对对。下一题，娇娇。啊？我有过低谷期。哦，那有啊，我有啊，我最低谷的时候就是我发生事情的时候、啊。嗯。撑过来。对，我好崇拜你哦。熬过来了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哪里跌倒，在哪里站起来，爬起来，就是，反正我现在就活过来了嘛，就是，就我觉得自己挺棒的。最棒，最棒，棒棒的！而且我们看他越来越开心，真的。我觉得我参加姐姐是，调整了心态。我觉得遇到你们可以让我就是遇到更好的自己，因为你们都很正能量，所以你们都很好，所以我你也很好，你很棒，你真的很好，我也真的要做得很好。我的闺女长大了对，长大了，就是以前有点傲气，但遇到这个事情也是把我的棱角磨平，对，也是个好事啦。鱼的记忆就挺好的，就不好的事情会忘记，我会忘得蛮快的，因为反正遇到不开心的事情难过都有一个过程，只是我们怎么样让那个过程缩短一点。对，我也是有一个鱼的记忆，不开心的事情我说想忘记它，我们就忘记就对了。对，我也有好多应该要忘记的事向前看。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呀，就如果你想要一个精彩的人生，那肯定会有高有低嘛，它不会一帆风顺。对啊，所以可能在低谷期的时候会感觉哇，这个事情很大，然后好像被全世界的人抛弃。对，但其实时间一过，这个事情真的没什么。对啊，可能之前我会很想把那些事情忘记，但我现在是很感谢有这些事情。它成就了现在的我们。阅历让你充满魅力。对，改变。真的，真的，阅历让你充满魅力。对。值得干一杯，值得干一杯，祝大家都有一个精彩的人生，对啊，都开开心心的，开心最重要，对，干杯，这奶好好喝哦，真的，还有吗？纯哦，酸奶好好喝，简泉。